这下其实带拿球就大步流星往前带，对吧？你把这个速度提起来，你才能有机会。对方站得四平八稳，对吧？没错，扣一下，这下可以进到禁区里面，还想扣？要射门！哇，球进了，这是乌龙球吧？好像是乌龙啊，但是这球必须要夸赞一下孙铭谦的个人能力。我在左路第一下觉得他要传了吧，过了一个，紧接着觉得又要传了，他再扣，最后是制造了河南队门前的混乱。啊，这球这下不越位，这下扣得漂亮，主要这下扣得漂亮。你看第二下又有一个假动作，换左脚的外脚背、打在立柱上弹回来，打在门立柱上，弹到了牛子毅的腿上。对，哇，孙铭谦这个个人能力啊，因为他本身。在中国香港他就是踢进攻球员的，这个赛季在沧州雄狮踢边翼位，这一下是把他的进攻才华展现的一览无余，淋漓尽致淋漓尽致。这一下我觉得对于沧州来说就可以老老实实在后面打防守反击了、